下我们就那边总共四个句子哈、先从最长的那一个，等一下会帮你们俩。到茶山部落以后，就自己搬运那个竹子，自己锯竹子，做了一个竹桩，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那个体验。昨天晚上也参加了他们活动，我们有上去跳舞，还有上去表演我们所自己竹桩的那个呈现出来的那个音乐。晚会也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舞蹈啊，哈，很有设计感，还有那个活力，还有你看那小朋友这样子，非常的天真，让我觉得很不一样。我们昨天做的乐器哈，也一起去跟那个主持人一起合作，然后这样子同乐，然后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、参与感。今天我们就到溪边玩水，那都是我第一次的那个体验，真的非常非常棒，还跳水。我们有进去瀑布里面冲水，进去里面真的是非常凉爽。那个石龟哈，它整个会有去角质，还有那种天然的东西，所以感觉起来，我就今天早上上妆起来就很舒服。吃的非常棒，每一餐都有不一样的风味餐，还有烤鱼啊，还有他们山上的一些野菜鬼针草。因为一般我们在平地的话，我们鬼针草都是下去熬那个青草茶，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吃鬼针草，它用下去炸。还会再想来，全家一起来同游。希望明年有机会能跟家人一起来这边再体验一次。拍手！